不敢下车吗？不敢下车，还是下来了。队友已经到位。完了呀！这波就是出大事了。应该是临时决策。是的，因为亚皮翻车了吧？对的。你如果不去撞房区的话，亚皮应该是走不了。完了，亚皮也被野了，这波真的出事了呀！只剩露露。这个二层楼还吃道具，龙四哥还有一把喷子。哎，老徐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呀，自己。 赶紧封烟，一颗雷直接没了。这个房子真是大厅，拯救亚皮，结果三个兄弟这把撞去这个撞对房区撞没了。真兄弟怕不急。是是是，太难了。嗯，看亚皮柠檬要开到牛 happy 的脸上了。他是被原点人打倒的，今天还过来人。哇，是的。见好就收，牛 happy 还是怎么说？还要往前压。 好，应该是他也切走，对，只有他能踩这个麦田。对，就能踩下面的坡了。两枪头，这来隐身感直接接下，上不上？压不压？哎呦，这就门没开呀，救不了。CT g 也在扎了，他扎到坑里面去了。强子已经到位，但是强子在继续往前开。哎，库德119被补了。 住他们了，直接野，直接野啊，直接野，都是看上这个位置了，已经没有撤退可言，直接打。扎不来呀，先到先得啊，这种位置。是，十七想要拉出来清人，原点有人在修，王骚骚、木子李都被修了，是龙仔。龙仔这么远，猛修啊！泡泡只剩一个了，十七想把这位置全部清掉。 但是几颗投掷物感觉没什么效果呀，也想把倒地的分数收一收。是这撤了，看能不能救一下木子李。六一也倒了，天马把 DDT 包围在了矿山里。是，你看七七一和七七这两个高点。哇，小唐跟小崔都是死血。哎呦，果然。 又被天路打，又被DT打，那人头全被天路收下了。是，DT 蓝圈里面打工，分全被天路收下。哦 ，Kid 要摸吗？这摆阵了。他这波其实是没有 FTY 信息的，刚才有没有晃到？两个人趴在地上，天路也来了，天路也要看到这个点，也想拿这个点。这两兄弟怎么开走了？他们前面还有个坑。哎呀，这都既然都打了，为什么？他是被 Paro 的，他的过点被 Paro 的防区压制住的，就后面看要不要封烟上有劝架。这个山头要打架。哎，喂，将军被集火了，近点的兄弟给点压力呀！ 牛 happy 也来了 ，FTY 被夹了，这个位置居然，这倒了 ，Monster 也倒，前后都有人啊，有点吃不消了，厕所也被攻了，这波万万没想到，火烧厕所，老局乱跑，控烟里面还想拖时间 ，Kid 从后面一波出枪 ，FTY 只剩最后一个，就剩旺仔了，旺仔的救龙四根。 但是 SD 已经进来有人了，扶起来了。上局的16猛男，这局有 Barry。哎呀，哎，这是天路的枪线，天路已经摸上来了，要反清。这边三队大混战，四队大混战 ，FT 17，天路又倒一个。 这个点有原点 TFY 的枪线，这种很难打。今年 New Happy 和 XCG 还在打 ，XCG 已经没就剩最后一丝血了。雷丢过来，完美收下。New Happy 依旧满编。是，面前还有天路两个人，这种感觉有了。七七啊，林树他们站那位置，我本以为天路会拿到那个里，对他能看到。对，好，开始 Q 把了，啊，还 Q 了一个，还补掉了一个。 博良这走哪儿去了？博良。
迷失了自己几个废车，就是没在那几个废车那里，好像就是哇一开始几辆车，汽车坟墓。看到泡泡了，漂亮。清掉，中心点。这么多车，现在开始摆摆阵，我觉得可以。可以挪啊，现在就可以挪摆摆阵。后面就怕 Pero 没有压力，然后贴到近点过来丢道具。这个位置贼怕道具。哇，瞬秒。他们这个人均三倍镜的 Barry， 又是头，这个压制力。又是打 GMY， 哇塞。周边有人在扶吗？有人在。他们这个 New Happy， 我觉得他们扶人的这个意识特别特别好，实力也好。哇！完了，这两颗雷都是带预判性的。哦、这三连追踪定位了呀，又来。不过还好，这不能不能扛一下？明明他补枪的队友好快，能扛。小童，小童和萨萨要来了。对，得架天路，正面直接架。打，找一个，听到车声，干架，明干架，没有掩体架，这个没掩体的，找烟雾弹，看到了，哇，又是头，附近，真的夸张，哇，这个这边只漏一个头皮的，没得搞，真的没得搞，主要是打完清完人之后，那边幻神已经被。搞一手的，看有没有机会能过来扣扣分什么的。自己从防区里面也可以直接上山嘛，对吧？他的选择是很多的。我还感觉崔七一状态也比较顶。是的，枪很烫，不给分真坏，好气。节目效果拉满，是现场的大喊，嗯，就是不给分，为什么不给我分？你够他、过不了点啊！这个位置真的看一眼就没了。十七个，除非来一颗精准制导手雷，直接把小鬼炸倒。小轩已经开始贴了。哎，小鹿倒了，那 FM 压力来了呀！啊，原点五 D 的枪把弗莱因给打倒了。哇，这什么枪械啊？什么劲儿？搞起来了。搞什么？整活。开整六倍 Barry 没子弹了，副枪还是把喷子，真有应该有一两个。蓝川内爬进来两个。对，爬来了，我来给你们送温暖。送子弹，核能铁。是。内侧已经全部清完，十七。一边的枪线，然后利用到这种枪线之间的相互制衡，拖一下时间。哎呦，长龙先倒了，而且要被补这个位置，太伤了呀。那这个信息给到了。佩若要开始往后退一下，或者直接强攻了，秒一个雷炸残一个，再来还有道具又残，又打一个，哦 ，AZ 补枪还好，这波但是小应该是也没了，就只能直冲啊，是这个时候没得选了 ，SMS 也来了，那十七唯一高点。New Happy 到现在三人小队还没有倒人，是，三个人那一侧已经把 Pero 清完，对的，还在前压，再找 SMI 走，应该这一侧应该能看到右边没人了吧？再看右边，哎，小心，你够他自己拉圈边被发现了，又被打一个，七五洗得过头 ，New Happy 的机会来了，十一兽侧面顶住 SMS 还剩一个，三打二打一。主要是十七不能救人啊，这几个。对的，而且牛海比直接反绕了，他绕了五弟弟那一边。对。十七也在。其实本身应该踩到这个反错的。那空圈呗，反正他打到了两个。过上一个。我往左了。妈的，会不会他高点？找下机会啊！我有两个雷。好嘞，快倒一个。好。别急。我来坡上还有一个，确定？我左边一还有。右边左边趴着，右边左边趴着，烧死了，右边上来了，谁拿？往后跑，谁？王一文，往前跑两个，我左边一个。别摁我，还没到这个。比上。左边，我能架。就我去看左边。
还有脚步，老位置，还有脚步，帮着，帮我，在哪？我投的，就在这块。好，慢点，这个你跑，裸着，要跑树了，跑树了，左边，坐。